鸡蛋能加吗？可以啊。加四个。加四个吗？对，加四个。加一个没可以吗？大家好，这是乌拉拉，欢迎收看乌拉拉全国乱窜记之成都。昨晚半夜到的，今天中午要去客户那边开会，所以起了个大早，开个早餐。现在是八点，也不早了。老子在等菜子，等了24分钟了。喂。我听不懂，不好意思啊。您这车子怎么着 ？OK， 好嘞，我换一辆。真的是一波三折，车子又坏了。真咋个？谢谢啊。今天来吃一个锅盔 ，Let's go。吃的吗？锅盔。猪肉吗？牛肉吗？牛肉，肥肠粉。要不要辣椒？要辣椒。鸡蛋能加吗？可以啊。加四个。加四个吗？对，加四个。加一个没可以吗？你吃不完。我吃不完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么巧，这四个鸡蛋是标配。虽然也脱不了外套，有点冷。锅盔已经上来了，我们先吃锅盔，传说中的牛肉锅盔。大早上的你来这个，哎，无敌了。太好吃了，特别好吃。嗯。这东西当早餐绝了，这个锅盔吃完之后半天了，舌头是麻的，特别麻。老板在很不情愿地给我煎鸡蛋，因为那四个鸡蛋需要现煎。我记得我之前增肌的时候吃煎饼果子，加八个鸡蛋。我的，哇，这煎蛋煎得真漂亮，非常分配煎的，这个煎蛋煎的漂亮惨了，让人看上去就特别有食欲，非常粉儿，非常好了，不比比了，老子要开始吃了，哇，好烫嘛，先吃个肥肠，肥肠还可以嘛，都是不够肥。非常分鲜咯，不过味道嘛还可以，都是爱崩。哎，我要一直这么说，你们会不会打死我？给你们展示一个绝妙吃法，把这个锅盔夹起来，然后浸在肥肠的汤里，吸满汤汁之后。好吃惨了！是我这个蒜的质量真的是无敌了。好吃惨了！然后这个肥肠粉也吃完了，特别满，现在嘴里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了，就一点都不辣。你们也知道我特别能吃辣，对不对？其实昨天晚上找饭店我找了很久，因为在成都这样一个遍地都是王炸鸡美食的地方，真的很难选。所以大家有觉得味道还不错的小馆子，麻烦推荐给我，好不辣。好了，我们今日消费34元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